今天，广州港南沙港区4期全自动化码头投入运行，这是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全新建造的江海铁多式联运自动化码头。码头集北斗导航、5G 通讯等技术于一体，创造了60多项专利，建有4个10万吨级海轮泊位及配套集装箱泊船泊位，设计年通过能力490万标箱。